为了给头发上色，我们将使用下面的水彩颜色：绿、天蓝、赭石、深红和浅黄色。三号和五号的长笔刷。现在我们来给头发上色，首先在要涂色的区域蘸上水。然后使用褐色的水彩颜料进行上色。将全部颜料稀释。在背后和耳朵下方涂出同样的阴影。然后掺入一点蓝色，兑出深褐色，用来突出对比。接下来使用同样的技巧，先上色，再稀释。头发的上色就完成了，接下来我们将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。